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首先咧補充翻少少，今朝我講到咧係要削減民政事務局關於大廈管理嗰個開支，咁啊講到咧係關於民政事務局咧解決問題咧係治標不治本，咁啊討論到嗰個顧問二嘅計劃。咁其實呢個顧問二嘅計劃咧嘅缺點係乜嘢呢？佢就係僅僅係協助到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聘請顧問，是没有帮助到业主去咨询这个工程价格或者技术问题，是提供协助给他们判断工程是否必要，还有工程的造价是否合理，所以呢只是图具一个形式而是缺乏内涵。我提出削减民政事务总署就大厦管理的开支呢，是因为长年以来民政事务总署呢对于业主实在非常之不公道。虽然呢他们说业主对自己的物业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那这个当然是的，即是层楼是你自己的，你自己都不紧张，政府呢就不可以包生仔或者包健康的。但是由于这个业主立案法团是你鼓励你鼓吹人家去生出来的，而管理物业和法团是需要很大的心力，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是一些资讯成本，时间成本，即是一些小市民，即使我认识一些是专业人士，或者本身他们已经是受过法律的专业教育，即是有些法团的委员或者一些业主他自己已经是律师了，但他都未必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资源或者资讯呢去管理好他的屋苑。因此长远解决方法呢，就是政府不能够任由在你催生出来的业主立案法团是自生自灭。政府现在只是透过地区大厦管理联络小组去协助业主成立法团，即是他最开心的呢就是交到数，又多几多个法团，法团数目过万啦，这样即是生仔就最开心，因为个数靓嘛，即是多咗啲法团啊。同埋呢为法团运作日常运作提供意见，即是冇事嘅时候啲小问题小意见当然係乐于俾啦。但由于呢个联络小组嘅人力同埋专业嘅支援不足，往往呢当有争拗有纠纷嘅时候呢都唔能够提供充足同埋有效嘅协助。加上成立法团和处理法团的事务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条文，而联络小组里面熟悉法律的人士呢其实是有限，因此联络小组对业主成立法团的帮助呢或者法团的运作呢的帮助是十分有限。政府当局应该考虑向业主和业主立案法团呢是直接提供法律和工程合约技术上的实质支援，咁呢个可能已经超越咗民政事务处嘅能力范围，佢应该协调，好似我之前讲过，譬如屋宇处啊呢一啲政府嘅部门咧，系加入去帮助咧呢啲法团嘅运作。如果政府系能够向组成业主立案法团嘅业主或者现存嘅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更全面有效嘅支援，当然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业主主动组织业主立案法团，亦都能够减少因为业主缺乏资讯而被围标被骗的机会。当然要处理围标的问题亦是不是只是一个民政事务总署可以做到，廉政公署警署的方面都要下些功夫。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深入讨论了。跟住呢我要落到去今场合并辩论嘅戏玉，就係总目156教育局。咁我諗余下呢三个钟头呢我都会主要係讲教育局。因为教育局呢今次有74条修正案。咁当然最焦点嘅就係修正案编号956、957、958。分别由梁国雄、黄毓民同埋黄碧云三位议员提出，都係一样嘅。削减相当于教育局局长一年全年的薪酬预算开支，教育局局长年薪338万。教育局是继社会福利署
之後呢，第二大的單一政府架構，每年獲政府預算撥款呢是超過470億，掌控全港所有教育範疇的事，包括大中小學、特殊教育和職業訓練教育。但是我們這個教育局長吳克儉呢，一直都是特區政府的負資產，真的未見過一出好戲的，民望自上任以來長期低迷。雖然呢有人墊底，墊底那個就是包尾負資產包尾局長陳茂波，吳克儉呢這個尾椅局長呢是一路呢都是個民望都是徘徊在尾椅的位置，所以呢林大輝議員呢都叫他做吳德儉局長的。根據港大民調研究計劃最新一次對郭思局長民望的研究，陳茂波的民望淨值是-29%，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民望淨值是-27%，可以說是衰鬥衰，累鬥累，沒有更差，沒有最差，只有更差。咁唔知幾時呢，可能陳茂波冇乜新嘢發生呢，吳克儉局長近排嘅反佔中言論製造白色恐怖呢，如果呢幾日再做民調呢，可能佢又會勁過陳茂波。所以吳局長呢又行開咗啦，行咗去芬蘭嗰邊，即係避避風頭。其實主要係避避風頭嘅啫，佢少啲上鏡呢，嗰、那個民望自然就會止跌，回唔回升呢就後話啦。主席，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前提醒，是不是叫温馨提示呢，這些師生參與佔領中環不可能違法，認為教師應該遵守法紀，他們的行為要合教師專業守則的要求，如被定罪呢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此言論一出，不單止是民主派，不單止是支持佔中的人呢是個反應大，連一些反對佔中的人都覺得他喂是不是幫倒忙呢，即是在這裡又是挑人啊，即是本來沒有想著討論佔中，沒有想著跟學生處理佔中問題的老師學校呢，都因為吳局長我覺得是失言啦，就要呢是討論這個課題。吳克儉局長呢他說，如果教師明知佔中是有危險仍然鼓動或者不阻止學生參與呢，最終學生被捕或者受傷，將面對法律責任一事。他除了警告學生參與佔中違法之外呢，會被定罪留案底，影響日後升學就業，更加是警告老師，如果參與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甚至呢會影響前途。他說的是這樣的，他說若因參與違法活動被定罪，必須承擔法律上責任以及相關專業及職業前途的後果。吳克儉再被記者追問，那些記者就說，喂，如果老師帶學生去參觀佔中呢，我們都打算搞一些佔中導賞團即是如果有人佔中呢，我們去看人家佔中，那又怎樣呢，討論佔中又怎樣呢，會不會有問題呢。咁呢個記者梗係問得好啦，咁吳克儉唔敢直接答㗎。不過佢就回覆裏面呢，佢就暗示就話呢係老師唔應該教唆鼓勵啲學生咁做嘅。佢點講呢，佢話學生如果覺得被教唆被鼓勵嘅時候呢，都會引起跟老師學校嘅討論。所以呢個層面呢，佢相信他們因為關心小朋友呢都會發生。對於是不是不鼓勵學生旁觀佔中，是不是鼓勵老師帶學生去觀摩觀察呢，吳克儉就說，他說學習有很多方法，最能夠作出判斷的是專業的老師和有關學校的做法。即其實他在說什麼呢，先不要講，其實他這個是回應呢幫港出聲的時候一些言論的。吳局長就提出了這個學生犯法老師負責這個概念出來，咁即使呢是被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呢是說他是危言聳聽的。即是張達明 說老師對學生的照顧的責任是不是要延伸到學校之外呢，如果學生不上學老師根本就管不到，只要有關活動不是學校
或者老師舉辦，基本上學校是沒有責任的。即如果學校之外老師都要負責，這個法律觀點是成立呢？即是說學生在校外打人加入黑社會，那老師是不是又要成立這個承受這個法律責任呢？我想恐怕大部分教育界的朋友都可能會因為佔中被拉，可能間間學校都有幾個同學去參與這個佔中，這個是不是白色恐怖呢？什麼叫教唆鼓勵學生參加佔中呢？通識堂討論，討論完學生就去和平佔中那裡理解一下，這樣那是不是又是鼓勵呢？老師是不是犯法呢？如果這樣，是不是要老師封口兩個佔領中環或者和平佔中這幾個字都不可以提呢？是不是以言入罪呢？我想這個是很明顯的，即是答案很明顯，所以吳克儉之後大家再叫他解釋呢，他都沒有去再解釋，而是呢走了路，或者去了歐洲。局長罕有高調作這些言論是相當嚴重的政治施壓，以行政干預教育專業，在教育界會造成寒蟬效應，目的就是要令教師在教授有關課題的時候受壓。那你最如果怕或者懷疑又沒有人給到指引你的，那自然就不講為妙，少講為妙啦。那也阻礙了學生去全面了解社會運動或者民主運動的機會。教協就批評吳克儉指教師如果因為參與佔中被定罪呢，所以承擔職業前途後果的言論呢是不必要的，個動機亦都好奇怪，批評吳克儉的言論有威脅教師之嫌，會激起呢更多教師的不滿，促呢吳克儉是收返呢個言論。其實有啲保守的人士都曾經批評過吳克儉，其實而家和平佔中是沒有呼籲一些中學生去參與的，和平佔中一早就說要18歲才可以參與的。那吳克儉為什麼枉作小人，要一些中小學老師或者專是中學老師是不要叫一些學生去佔中呢？其實現有的教師專業守則和指引已經足夠給老師和家長知道可能出現的情況。吳克儉的言論呢，溫和啲講就是過濾啦，其實呢就是一種威脅，大家不會覺得他是善意提醒，是無中生有，憑空警告，干預教育專業，製造白色恐怖，是理應呢是受到譴責。不要以為這件是一件很小的事，在外國呢，如果一些教育局長是這樣說，隨時是有一個政治反應很大，是要因此而下台的。現在呢我們只是扣減他人工呢，是已經是便宜了他的了。大家知道公務員系統本身是要堅守政治中立的位置，不偏不倚為市民服務。那吳克儉局長他就不是公務員，他是問責局長，但是他是帶領整個公務員系統，教育局的老師的領袖，他現在這樣說呢亦都是影響局內公務員工作。其實不是第一次了，早前呢林慧思老師的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吳克儉呢就按梁振英的意思要求下屬對事件作出調查，以了解有否對教師隊伍、教育質素以至青少年造成影響，要再向呢特首提交報告。雖然就話呢啲係特首叫佢做嘅，即係佢點都要做，但係如果佢係一個專業，係一個即係對教育理念有認識嘅局長，就會知道呢唔應該淌呢啲政治嘅混水。一啲政治問題用政策去解決，去向老師施壓，向社會施壓呢，這個政治任務呢是除了不得民心之外，亦都即係令到吳克儉的民望呢是不斷的下滑。跟住呢會集中講廣東話法定語言的問題。早前教育局一篇網誌文章呢就提到本港需要發展兩文三語，文中指出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是近97%的香港人都以廣東話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語言。文章在網上迅速被轉載，更被指說它是矮化了廣東話，有指當局的說法是有違了兩文三語的政策，混淆視聽，就要求吳克儉清楚交代這個事件的。
事件經過傳媒報道之後，教育局亦罕有回應，承認有關廣東話的注釋